请介绍一下你自己。我叫啥来着？哎呦你妈！放松放松放松，我叫卓玛。不是，我叫小小，准备给大家唱一首卓玛。太喜欢了，就是用生命在唱歌。你是学音乐的吗？不是，老师，我啥也没学。唱歌就是在老家放牛放羊的时候唱。你是对着大自然？是的，美好的大自然，美好的生命。我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卓玛，感谢大家的喜欢。那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超级喜欢你。草原上的姑娘卓玛，我起鸡皮疙瘩。你有一个花的名字，你有一个花的笑容，哦，美丽姑娘卓玛。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歌唱在那草原上。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，也闪烁在那花丛中。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。还好我转过来了，很有点意思吧？你的声音真的太有爆发力了，收放自如。花的名字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有一朵花的笑容，哦，美丽姑娘卓玛拉。你像一杯甘甜的美酒，醉了太阳，醉了月亮。你像一只悠扬的牧歌，哦，美丽雪山，美丽草原。山，哦，养育你的雪山，你把美丽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。你把歌声献给雪山，哦，养育你的雪山，你把美丽献给草原，养育你的草原。纯粹，你知道你刚才向我们展示的唱功是很厉害的，对，非常的厉害。